带你们沉浸式体验华强北背包客佛系赚钱的一天。大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，而是下午13:50边刷牙边回复昨日的消息。吃完午餐，小姐一小时视频，出发去市场淘鸡喽。上小店都只往地铁口出发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华强北，但这里并不是阿森平时给你们在市场淘鸡的地方。现在我们要前往的是华强南的飞扬通天地市场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华强南的通天地通讯市场。然后你们来这里的话啊，不能来得太早，也不能来得太晚，因为这里档口正常的上班时间是在下午的4:30到8:30左右。如果说你来得太早的话，市场是没有开门的，9点之后市场这边是关门了啊。好，然后今天开始我们的淘机任务，走吧。其实 iPhone 13的话，它是一个产前版的 A13 显示器，iPhone 14它只不过回到家检测好机器后，第一时间发给客户。今晚简简单单又吃一餐。嗯。下半夜还是剪视频，每天几乎都是凌晨4到5点休息。晚安，终于结束劳累的一天。